2018年前三季度，浙江全省实县地区生产总值39796亿元，扣除物价因素，同比增长 7.5%， 相比去年同期实现增量2838亿，名义增速 7.7%， 经济总量继续位居全国各省区第四位。那么浙江11个地级市各自的表现如何呢？且看下表。通过表格我们发现，前三季度嘉兴 3449.6 亿元，台州 3419.4 亿元，嘉兴已经超越台州，而去年全年台州为 4388.22 亿，嘉兴为 4355.24 亿，台州高嘉兴33亿元。不知道今年全年数据这两个城市会是怎样，是嘉兴继续领先，还是台州在剩余的13个月扳回一局，拭目以待。另外绍兴、衢州、金华、舟山等市增速比较慢，舟山甚至负增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